到家喽，明天见呗。明天几点见？你想几点见？那就等我收拾收拾，明天八点。八点？晚上八点？早上八点。我，你要我命啊！你要不让我上你家住得了，然后明天睁眼就能见。想得美。那你这，行，早上八点。你记住啊，你是第一个能让我早起的人。我不信。你不信？明天想吃啥，我给你带来。你做那早餐，属实有点糊弄我了。那你就是不爱吃我做的呗？那以后早餐都你做。我干苦力啊。那以后厨房就是我第二聚集地了呗。外边下雨了，你抓紧上楼吧。怎么了？感觉心里空空的。心里空空的，你能说出这样的话？哎，我发现我跟你在一起之后，你跟变了个人似的，真的。不是，咋不喜欢啊？没有，挺好，比之前好多了。你那个握上三根手指头，不是这样，你这样，把这打开，这样。然后呢？然后放到耳边。说句话。说什么？以后想我了，记得给我打电话。你太油了。我哎呀，你快上楼吧，这外边下雨，挺冷的，快去吧。我走了。走吧，拜拜。记得给我打电话。月光温柔缠绵，你我梦。